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到底是兵还是贼？在我们这个世界里，不讲道义，不守本分，根本没办法生存。大论，香港不管变成什么样子，未来都控制在我们手里。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香港还有没有未来？ 我们还有没有未来？这个世界真将不是这样的。帮我洗白，我要从政。